处呢？那还是可以看风景啊。对，你可以眺望成大所有的风景以外呢，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很大，又有木质地板，又有冷气，又有舒适的环境，可以供你练习唱歌哦。真的，我们的团部非常宽敞明亮，可遇不可求呢。真的，加上美妙的歌声，真是让你心旷神怡呢。心旷神怡啊！可是神奇妮妮，我喜欢唱歌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唱的不够好哎。那这样我还能加入合唱团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宝贝，等着我跟你说，这你真的不用担心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合唱团的学长姐们都非常热心的，可以来帮助你指导你唱歌哦。哇，这么好，就是、那我就去试试看吧。好啊，走。走。哎，到了。那我们就来唱歌吧。请掌声鼓励。Of course.